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尊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在网络上非常非常有名的实验 ，Hidolica Crumble， 一个人的捉迷藏。后天就要断考了，我还在搞这些有的没的。为什么快断考了，我还是要在今天做呢？因为再过几天，房间就要被搬到三楼了。可是三楼太高了，那里比较恐怖，所以我不敢做那么恐怖的实验。赶快趁今天把它做一做吧。首先需要的材料有一只有手有脚的玩偶，这只应该可以吧？因为它也算是有手有脚。一杯米，一杯盐水啊，里面还有我的头发，还有针跟红线，红线的颜色能越深越好。不过我看这个颜色其实也已经不算很鲜艳了吧，应该还好。利器，目前是晚上的10:30，这个实验要在3点开始做。我们先开始做跟我玩捉迷藏人偶吧。OK， 盐水目前还用不到，因为开始玩的时候才会用到盐水，所以先把它拿到旁边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针线、利器跟米。游玩的时候不要用糯米，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听说会招恶灵。一开始我们先对娃娃拜一下，我需要请你协助我这项实验，希望你不会介意。愿你下辈子投胎转世，变成一个良好的生物。先将娃娃的身体给剖开，将内部的棉花全部取出来。OK， 可以看到娃娃现在这个里面是空的了。将准备好的米塞进去，这个米代表的是娃娃的内脏。我搞不懂为什么只需要内脏，一般来说不是需要五脏六腑跟其他的东西吗 ？OK，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接着剪下自己的指甲，据说是身体的一部分都可以，所以头发其实也是可以的。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将剪下来的指甲放到娃娃的内部，跟米一起缝合起来。接着再用红线将它给缝合起来。这个红线呢，所代表的物品是血管。反正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多余的线呢，不用剪掉，将它缠绕在身上。其实我比较想用龟腹甲，不知道怎么用。差不多啊，这样看起来像龟腹甲了吧？不过说这个线代表的是血管，哪有人的血管会长在身体外面的？如果把脚绑住，它是不是就不能动了？那在游戏中呢，可能会出现玩偶找到的地点不一样，出现奇怪的人声与笑声。这真的还是假的？因为距离游玩时间还有5小时。OK， 这样我们就将我们的娃娃给做好了，这就是跟我一起游玩的伙伴了，请多指教。接下来的话就是等3点的时候，我们要开始尝试这项挑战了。观众，现在是2:58，差不多快3点了，我差不多该来执行了。我先倒好一杯盐水，快来不及了，快来不及了，2:59了，盐水就先放在这边，我们走吧。首先在自己的避难房间准备一杯盐水，避难房间的灯先打开，等一下再将它关掉。带着我跟我们一起游玩的人偶，还有刀子，把自己需要的东西都带一带，走吧。带玩偶到浴室，我们要先把它取个名字，就叫肥宅好了。我来开始当鬼，我来开始当鬼，我来开始当鬼。现在将它浸到水里面。OK， 现在开始数1到10，并把家里的灯全部关掉。干嘛通一通一下，干嘛通一通一下。现在是楼上的灯，避难所灯的还在关好了，转到黑白频道，现在就可以了吧？数1到10，1、2、3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。接下来换肥宅当鬼，换肥宅当鬼，换肥宅当鬼。我去避难所躲起来。避难所灯好像也要关掉，盐水，盐水绝对不能忘。还有键盘的灯，读起来。哼，好可怕。把声音调调。现在3:08，等一下再出去。现在3:35，我们应该可以出去了。移动的时候记得要喊着盐水。我的胜利，我的胜利，我的胜利，啊！结束了。基本上我在过程是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，可是很可怕，压迫感很大。看我这次很幸运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3:37，这游戏总共进行了40分钟左右。不过从一开始到最后，他都好好的待在这边，好像没有变地方。一起来投入，最后呢，要结束的时候要把盐水倒到娃娃身上，然后再用口中的盐水喷它。移动的时候，口中一定要含盐水，短短闪一下。最后步骤呢，就是把它带到外面去烧掉。现在灯可以打开了。关不掉电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以后怎么？
先去把娃娃带到外面来烧掉。这个烧不烧得掉？因为这个很湿。我已经放着让它干好了，就先放在这边。我家外面，如果它真的不见的话，希望是有人拿走它了，而不是它自己跑掉的。糖糖过来，糖糖，有没有很怕？我刚才玩什么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不知道，因为你是条狗。明亮的灯，这样才对吗？其实我本来准备第二台摄影机啊，但是它的感光度太低了，所以它照也看不到，整个都是暗的。总而言之呢，本次的游戏平安落幕了。可是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就是我的相机一直疯狂的闪一些奇怪的，可能有些人会说这是相机感光度的问题，但是它平常不会这样，所以我刚刚看了我有点毛。我们这次看来真的非常平安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这个游戏主要就是心理压力是很大，尤其是你要在灯全部都暗的地方做，走路的时候真的超可怕。那这次没有发生什么事，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。总之这种事情少做为妙，哈。